阮遮的听书，哦，这种秦王的遗书，就是讲300多年前，阮千岁阿公就是换王船，伫大陆人王船来办理斩家，阮所处林厝两庄，甲强请开阮长兴宫服侍，所以即阮是一个饮水思源，哦，那就一个对阮千岁阿公的感恩，所以阮的金身做起来，一定得爱来祈祷，准伫咱台湾宗教文化内底这个文龙节，请王。有像我用王箱放伫这个基地、这个尊顶的，可能台湾长兴宫，哦，这是啊，阮的一个真特色的所在。阮家，阮的千岁爷的金身，阮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哦，不得公开，哦，当然老有缘分，伫这个请的过程，哦，甚至临近，若要上网，哦，变个请上顶州啊，顶上这个王尊顶，哦，有机会，哦，你都。会当参与结一个缘，哦，这就是当下有。啊，我这就是，唔是像人讲，哦，啊，请开公开，哦，对来得开讲，我诶，先说下讲，从流传落来，哦，我都无种理想，哦，啊，一点话帮咱会当体谅。